自杀，但是在我的信念系统当中，自杀是一个很不好的行为。站在一个爱人对立的立场的话，离世之后他的灵魂是否能够成功的去转世投胎，或者是扬升到光的国度，你觉得看上去非常美好的能量来接你，请你去随着他们走到你来时处。嗨，大家好，我是娟流，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我这一次回国和亲人去世的一个关于生死的课题，或者关于离别悲伤的课题。今天正好是复活节，还在复活节假期当中，所以关于生死，关于复活，关于生死，关于灵魂这个议题，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时间来跟大家去聊一聊。今年回国的时候，我回去的第三天吧，在家里，然后我的舅舅，就是我妈妈的大弟弟，他因为抑郁症，就是从18楼跳下去，然后就去世了，就永远的离开我们了。当时我们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非常的悲伤。然后所有人都不能理解，因为他就是刚好60岁。我总感觉好像抑郁症啊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年纪，或者是比我们更年轻的小孩身上，发生在父母这一辈的身上。事件是我没有预计到的，因为就是突然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需要去处理。当天知道的时候，我知道灵魂是怎么一回事，我知道那这个自杀是他灵魂自己的安排，或者是说他在这个肉身当中他自己的自由意志的选择自杀。但是在我的信念系统当中，自杀是一个很不好的行为吧，就是站在一个爱人对立的立场的话，所以我非常的担心我的舅舅在离世之后，他的灵魂是否能够成功的去转世投胎，或者是扬升到光的国度，会遗留在人间，或者是有一些前的人会告诉我们，关于自杀的人，他可能会一直不断的重复在他这个自杀的场域当中，可能他的灵魂被困在那里，然后他的灵魂出不来，于是他也没有办法去到更多光的地方。所以我其实当时非常着急这一点。当然我把自己尽量的不去连接我亲人，就譬如说我的妈妈，我的舅妈，或者是我的弟弟他的小孩，我尽量不去连接他们的能量。当我去连接他们的能量的时候，我就会感受到非常的悲伤这一股能量。那因为呢，就是悲伤还有离世这个课题，其实是我们从小生活在亚洲国家的人们很少去谈起的，或者是很少去在教育当中，或者告诉我们怎么去学习如何去离别我们的亲人，如何去告别，如何在他们死之后会是什么样子的情况，我们都不知道。所以面对亲人离世的时候，是只有悲伤的情绪，觉得那亲人就离开我们了，永远离开我们了。但是当我走上身心灵的道路之后，我发现灵魂是永生的，它是不变的。我们的灵魂投身在这个地球是体验，我们这一世如果选择自由离开，或者选择没有完成我们的功课，我们可能下一辈子投胎的时候还是会继续来完成你的课题。但是对自杀这个现象我是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当时那一天也正好宇宙的指引，我正好有一位老师，他是非常厉害的对于生死这一块，那我就有连线他，正好他那天也有空，打了电话告诉我说连接火龙，今年又是龙年，然后连接火龙的能量，去把所有的亲戚的房屋，所住的房子，还有舅舅特别跳楼的那个楼房去做清理净化，以及去燃烧掉整个恐惧和悲伤的一股能量，必须去check。
每个亲人他们的能量是不是稳定，是如果不是的话，我需要去尽量的给他们去做这样的净化和处理。接下来的话就是要去断掉他们的七脉轮上的连接，不管是你的连接有多少，我们在日后的清理，当然这个不必要马上做，但是是后面的时间去做这样子的清理和净化。然后面对舅舅的话，可能我需要对他去说一些话，就比如说如果他还有什么就是放不下了的，既然他要走了，肯定是所有东西都放下了，就是放下你就慢慢的走好了，就不用太担心。如果有光或者是有你的指导灵，或者是有任何你觉得看上去非常美好的能量来接你，请你去随着他们走到你来时处。对，请你走到来时处。虽然这样子的，然后我 check 了所有人的这个能量场，然后我想第二天的时候我就有去问他们，睡得怎么样。基本上说其实所有的人不管他有没有见过我舅舅的遗体，他们全部在脑袋里有的画面是他跳楼的那个画面，然后甚至他们都没有睡好觉，基本上一整夜都没有合上眼。而我在设置了一些保护屏障和知道生死之后，其实睡得还可以。当然我第二天我又继续给他们每个人，如果睡不好觉的人继续再去用火龙连接他的能量，帮助他们去消除那些悲伤的能量。当然在处理悲伤的情绪当中，有非常多的人其实是非常愤怒的，他们有愤怒的情绪，他们或者有责怪的情绪，他们有会很生气要骂他们的这样子一个情绪，他们想去找一个借口理由，或者他们没办法接受舅舅就是因为抑郁症然后活不下去了要跳楼，他们会觉得说都年纪这么大了你还有什么想不开的，然后而且这么大了，然后你家也不缺钱用，你也就是生活得非常好，有什么好怕的。但是你永远不是那个人，就是没有办法去评价他当时在抑郁症底下他遭受到的这些折磨和痛苦，让他不得不离开他的这个身体，那他一定是经受了非常艰难的煎熬，还是会连接到一些悲伤的能量。当有一些亲戚会骂说那怎么这么笨，这么想不开，那你就这么蠢，就是 stupid， 然后就要跳楼离开这个世界，我都会第一时间跳出来去反驳他说，那得癌症的人他死掉的时候你们会骂他蠢吗？你们会骂他怎么这么想不开你就要得癌症死掉吗？那你得癌症和得抑郁症其实是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你身体病了，你的防御系统，你的免疫能力，你的所有的身体都是已经被破坏掉了，你没有办法去修复它，然后整个身体折磨的一个状态。如果你选择离开，其实你应该去接受，应该去祝福这个灵魂，而不是在这里去咒骂他、怨恨他、去评价他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当时我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实际上是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自杀这一个事件的产生。会好看一点，好，那我就这样讲了。相信蒲公英会给我更多的能量，将我的这个分离课题继续跟大家分享完。但是我心里唯一解不开的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自杀，自己离开，自己选择情绪关闭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然后慢慢的我回到了德国，我慢慢的在跟我指导灵相连接，跟所有的高灵去做连接的时候，有对我讲我们生活在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看待自杀这件事情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就是告诉所有人自杀是不对的。其实在高维的世界没有对和不对，当你的灵魂选择要离开这个游戏场，那你是有自由意志去选择它离开
离开这个身体的，所以他这次离开其实在我们平常人看来觉得是错误的，其实他在高维的角度上来说，他有促进了很多能量上的转变，就譬如说他会促进他的小孩，我的舅妈和我的表弟，他们都会更快的成长起来，所有这些亲人也都会从中得到一些关于亲人离世疗愈的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就譬如说像我就面对这个议题，我有思考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那我自己就是面对亲人的过世，或者是可能以后会面对更多的抑郁症患者，我不会去劝他们说告诉他自杀不对，这样会造成他们可能觉得说如果有自杀的这个想法是不是我就生病了，我就是不对的。没有，这里并不是说鼓励大家去自杀，但是在这样子一个能量状态下，我想讲的就是说其实灵魂它不会因为你是自杀的它就走不进光里，因为每个人的灵魂它都有指导灵，它都有高我，当它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它的指导灵、它的高我以及它的所有守护者会来要帮助他回到光的源头，回到来时处，回到他想要体验的地方。他有可能在生前的时候他已经感受不到爱了，但是他离开了这个身体，他可能会重新感受到爱，他重新感受到对亲人的不舍，或者是重新感受到他回归源头的这种爱，或者他的指导灵他回归到源头的这种爱。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三维的世界去评判，三维的标准去评判一个人如果自杀他就是一定是很糟糕的事情。这件事让我学会，其实如果你想要自杀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我们去看看大自然，我们去看看还有什么能够让我们的心能够静下来，能够燃烧起你热情的东西。我们如果当你觉得自己非常抑郁，或者是你总是想有轻生的念头，请不要去批判自己这样不好，并且告诉自己说可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蓝天白云，去晒一晒太阳都没有关系。问指导灵为什么还会有悲伤，还会连接这个事情的时候会哭泣，指导灵有告诉我说，我们来体验我们处于肉身当中，那我们就是会有喜怒哀乐，我们没有必要去压抑自己的这些情绪，但是我们要懂得跳脱这样的情绪没有问题，我们要学会接受自己的悲伤，也要学会跳脱出来设定的灵魂的剧本。谢谢大家，祝福大家，下次见，拜拜。